好，今天我们的摘要重建成果发表。首先先来第一页，大家30秒开始，大家赶快去这个网站那个申请贡献者票，快点，拜托，那个给大家30秒。这个网址非常好记，就是 bitly， 然后 gbr2016， 好吧，30秒，我们现在20秒，大家赶快在场座位人人都可以去申请，对。给大家点时间，因为那个有人说他那个他不知道可以申请，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赶快让大家去这个网址申请。好，30秒到了，然后我再下一页，下一页、就是我们产物组也是真人，大家再给大家30秒。到明天截止，网址也在这里，比较复杂一点，这个要1分钟。没，还是30秒，网址念一下。产物组。王子哦 ，GOO.GL， 然后大写的 BHQ， 然后 X, Q 小写，大写 X0J。那常务组要做什么？常务组就是在那个撒蜜那两天呢，会来那个帮忙引导那个比如说可能会在那个报道的时候帮忙一下，引导那个会众报道，然后在各个地方引导会众。那如果他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你就要告诉他，然后会协助在前一天的时候，有些会帮忙协助那个场部，然后你就是去选两天你有空的时间，好吧？好，差不多1分钟。好，那下一个一层组也在找人，我们再给他那个bitly ly session dash helper， 然后再给他30秒。那一层助理的话，主要就是说在一层中间，我们一层会有主持人，所以你不用主持，不用担心。那只要协助一层进行，有时候就是要去装水，帮忙准备水瓶，然后确认设备，比如说像刚刚那个，如果那个连接笔电到底设备 O 不 OK， 然后协助一层顺利进行。然后如果那个讲者讲太嗨，你要想办法把他那个跟一层主持人想办法，两个人想办法把他请下台这样之类的。那预计要招收到9个人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有3个人报名了。那对，差不多也30秒。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报名。好，下一个哦，终于到。那今天主要做几件事，就是网站跟原本有一些想要做的是没做到。那主要是呢，我们在讲网站。那网站的话，就是我们目标版是这些页面。那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 pull request 之类的，反正就是你看有很多人 commit，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 pull request， 然后。欧岁就一直卡密，对，然后大概有2页吧，对，然后所以这些人都非常感谢大家，然后那个感谢科平，因为他也按了一个 pull request， 然后好，那最后就是网站成果也可以大家上面看，但他现在就是有像他历程就是分成一页可以显示，然后我们还继续新这些功能啊，最后2分钟，我也没有要再真人了。那今天主要就是我们在讨论那个会众分类，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今天的成果，就是以后大聪可以考虑，就是如果你要调查那个会众成分的话，可以用这个表，有没有就是公民科技宅，对，然后你也可以说你是网络名人，然后媒体乡民，我是乡民。好，那就是我们还缺的就是各类文件，我们还没补完，今天没做到，但还在征求 text， 就是如果还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在频道上我们一起帮忙这样子。然后最后是我们当然还需要一些赞助，对，那就这样，赞助也可以给他30秒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 LY， 上面的筹办非常的辛苦，血压可能会很高，要随时注意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那个成果报告。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，但今天可能要请大家帮忙，就是今天场地的这个工作人员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可能征求2-3位帮忙，到时候等一下把椅子恢复原状，跟外面的桌子恢复原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目前就到这边结束。那下一次我们通常是2个月一次嘛，但是下一次因为就差不多是GME Summit的时候了，所以下一次就4、5月的时候就没有黑客松了。那7月的时候的黑客松预计是会和这个Data Science Conference DSC 共同举办，一年一度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黑客松。好，那所以我们暂时不会来这个场地，所以请大家帮他恢复原状，我们跟他这个可能要10月再见。好，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加，那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